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2023年的3月2号，礼拜四。哦，昨天的话呢，大姐去旅行啊，所以没有帮我们准备中餐，我们吃好甜的便当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她有回来了哈，所以她帮我们精心准备了非常好吃的便当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吃什么。OK， 那今天的话呢，有贡丸这个菜瓜汤，贡丸菜瓜汤。然后还有这个手工肉丸子，啊，这个是大姐自己用手这样子捏出来的，啊，这个很好吃，很下饭。然后这个是红烧肉排，啊，已经切好了，啊，这个也非常下饭，一个人仅限一块，但是我通常会夹两三个，夹了四个，天啊，有点多，没关系，你喜欢吃就好。还有北回来鲍，这个是大姐去捞的。好，捞完之后自己把它捞什么啦？你是捞的，你是海边捞的吗？对啊，它是海边捞的。然后这个是好了，青花菜，然后这个是高温鸭菜，好，大姐要煮高温。大肉面。OK， 素食的部分，然后这是饭。OK， 各位朋友，用餐愉快。